主料菱角米，辅料糖，炼足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。把菱角米冲洗干净，用水泡到一白就开了，连水一起打成蓉，放进锅子里小火煮稠，要不停的搅动，不然很容易出现小疙瘩和结底。放点糖，放进盒子里冷却后入冰箱冷藏，吃时倒口出来切块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第一次做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改成蒸可能更好点，一个不用清洗锅子，二不容易起疙瘩。做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和那些马蹄糕、绿豆糕、红豆糕等淀粉类的东西一样，道理可以同样操作，就是可以先把菱角米煮熟，再打成蓉调味，然后定型食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